CKGSB's global outlook is ingrained in the school's DNA. I'm a global citizen. I was born in Albania. I've liv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25 years. And after graduating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I came back to Beijing to work here again. 我有幸在长江商学院刚刚创办学院的时候就加盟了长江商学院。 算下来今年差不多是16年。我是2007年初来的长江商学院，确实没有想到在这里待就是12年。我是2008年进长江商学院读书的，由于长江的学习，我能够到上市公司当CEO，又能够去北大读了一个哲学博士，使自己的人生呢发生了几次转折。长江商学院是一个能让人怀揣着梦想激情。 去奉献、去工作的这么一个地方，让我能够长期持续在这里一直工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工作是助人成长的。无论是我们的学员、我们的校友，还是我们长江商学院自己的员工，他们都能在长江这个平台上持续的学习、持续的成长。Since joining CKGSB, the school has offered me many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and grow professionally, from new employee trainings to leadership development. 无论我是08年来做学生，还是17年回来做高管，都有这种深切的感受。每个人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发挥，工作氛围非常自由，可以和一群优秀的员工一起共事，和国际级的教授们一起学习。对于一个初入职场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高的、很好的起点。长江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机构，我希望我们的同事来加入长江以后，感受到长江的梦想。 长江的探索精神，体会到什么叫越球看地球的视野，也能体会到什么叫全球的担当。在长江，你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商业管理理念、最深刻的商业案例，还有那些真正影响未来的重要话题。你可以在愉快的工作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成就自己的人格，和国内最好的甚至全球最好的企业家一起来工作和成长，永远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We are an entrepreneurial, creative, and open culture here at CKGSB. 如果你对于学习充满了热情，对教育事业拥有理想和热忱，具有全球视野、人文底蕴、创新精神，then CKGSB is the place for you. 欢迎访问长江官网的加盟长江或 LinkedIn 的官方账号，了解长江在招岗位，积极投递简历。长江不会错过每一个优秀的你。